从灵力判断应该是个男人。嗯，有点大海捞针呢。男人嘛，都是下流的生物。修仙新人，快来和我约会吧。Esta está loca。所有男人都将成为我的群臣。这位小姐，你穿的不是裙子，是热裤啊。多管闲事。Eso tuvo que doler. Más tarde. 这家伙一点灵力没有，却满脑子精虫，约你妹夫呀！没有灵力，没有灵力，没有灵力，这不可能！几乎所有的大学男生都被我约遍了，那个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啊？说的照片不为所动、哦、难道我搞错方向了？他其实是一个 gay 了。哈哈，赛马猫，现在世风日下，一定是这样。看来我要调整约炮的方向了。veremos qué sucede. Estoy un poco nervioso. 骚年小侦探，公园长凳见。骚年小侦探，公园长凳见。Unos momentos después. 我找到你了，小侦探。灵力探查。又不是。别走啊，小侦探。骚年小侦探。去死！Al fin te atrapé, esponja. 找到你了，李师傅，你怎么样？我尊贵的公主啊，你怎么样？好帅呀、啊！Pobre hombre. 人家想和你亲密接触，我才不想和你亲密接触呢。妩媚受尽除。嗯，马英雄，你抱着我干啥？别乱搞把骚！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不要藏藏掖掖的了。我知道这种事很难说出口。其实你李师傅我已经是过来人了。Corre, perra, corre！ 不好意思啊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一定是觉得太害羞了。这小马真是可爱。妈呀！太帅，被李老头看上了，而且刚刚那个正太是，先去天台找木子再说。Esto se va a poner feo。天台果然是个好地方。你来了。你就是月儿小姐吧？你长得真漂亮，我好喜欢月儿小姐啊。11 minutos después， 请月儿小姐答应我的求婚吧。这个是？这是我来时路上烤的大腰子，趁热吃，可香了。月儿，你怎么不说话了呢？你是想让我喂你是吧？我摸摸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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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被木子知道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哼，你这样的男人，死一千遍也不可惜。离火。原来如此，你是一个修真者。No me parece que este chico sea muy listo。要想法逃走才行。
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。哎，木子，你来了！御风术。Tic tac toe, et tu quer? 凭你的修为，是不可能逃走的。Me estoy poniendo nervioso. ¿Qué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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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?好一出美人救英雄，这位练气期的小姐，你的男人刚刚可是跟我表白求婚了。Impossible。求婚？你跟我说清楚了。没办法，我的魅力比你大。木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别解释，跪吧。等我收拾完小三儿。再回来收拾你。英雄是一名新人保安，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被罚跪在键盘上长达十分钟。当然我惊讶的不是这件事，而是前面两位 S 级美女在为我争风吃醋，也就是所谓的撕。你说什么？谁会为了你撕啊？你再说一遍。老姐，我疼笑的。臭男人！哟，嘀嘀咕咕的，该不会是在传音什么的吧？那你的是筑基后期，级别压制，你们两个加起来也不是对手。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。你应付得了吗？我随后就来，你快走。FBI enviada aquí al mejor agente. Acabo de ver una cosa espantosa.